这本丧幻秘籍是谁的？丙青鸟，小人本住在码头的船边，账号有赚又有卷，资源囤半天，谁知那远征脚，他狂歪不给脸，现实批词看苍天，吃我换心拐我钱，我钱包慢慢变干瘪，惨被我老婆当狗扁，我查看记录才知道，无意间迈向了皇宫，玩不到200天，200天。